每一周都是多益大解密，可是我又没有要考多益，我只是想要学文法而已啊。嘿，谁说多益学不到文法？来，你看今天的题目。A leading scholar in aerodynamics, he conducts blank research in the field. 好，这个 research 是一个名词，所以前面呢，它应该要用什么词？形容词。你看这里面是不是就有四个选项？前三个 fail, inhabit, command 这些都是动词，只有第四个 cutting edge 是形容词，这是最先进的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或者是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最先进的科技，所以他进行了一个最先进的研究，在这个领域 field 就是领域，所以这里应该用什么词性？形容词。形容词，所以形修名 cutting edge， 答案就出来了，不是吗？所以你看，在这里面呢，在我们的多益题目里面，他就可以完全不用看懂文章，完全不用看懂文字，他就可以借由语法来判断出答案，是不是很容易呢？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有更多的文章语法题目的练习，欢迎免费注册一个月哦。